今天，有个妹妹见面，吃个饭。现在是中午的12点了，刚刚起床，吃日本的餐了，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她喜欢吃就去一点。哎，没有下雨。还好今天没下雨啊！我靠，好近啊！我都不用坐车，400米我在那里等车的时间，我走路都到了。400米我走路走2、3分钟，走5分钟就到了，也不用坐车。在那里等车来到酒店呢，都要5分钟。就在这附近，我没想到这么近。这里怎么这么多人呢？哦，这些人应该全是在这里吃饭的。看地图就是这里啊，会是这里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在里面。他这个商场的入口这么小，哦，在这里，差一点都找不到，在这里。Yes, wait a minute, please. 在这里，来这里吃一顿饭，我。很少吃日本餐的，真的很少吃。但是那个女孩子她说喜欢，就和她来。我不知道吃什么，因为日本的东西都是生的，我不怎么敢吃生东西。哦，这边的酒水，这些酒水。这些酒有点贵哈。啊，怎么全是这种生呢？没有熟的，完了，全是生东西。我很少吃日本菜啊，你们觉得这种价格贵吗？这种东西，我不知道贵不贵。相对于其他日本店啊，贵不贵？就这样，这种价格。小妹妹来了，你点菜，好吗？西人啊，哦，有自助餐，还有西人订餐。我们自己挑，让他点什么就点什么，他还要自助餐。点菜。不要吃自助餐，这生的我都不知道吃什么东西。这个刀秋鱼啊，秋刀鱼还应该可以。这个，这种还可以。Hello。你有这个。我会中文呐、啊。会的。我那这边确实多人会中文。哦，搞点寿司吃好了。OK， 搞个青菜。让他点，我不知道点什么。OK。你可以去这个吗？他不去这个。啊？他不去这个。我不吃生东西。他点了什么？他点这个。哦。这个，两个这个，一个这个。哦，5个，给我来
来瓶水。Water. 你现No, 我刚刚到。对不对？我差一点找不到商场的入口。tôi gần như không thể tìm thấy lối vào trung tâm Busan. 我在那边，差一点找不到商场的入口。tôi ở bên kia, suýt chút nữa không tìm thấy lối vào trung tâm Busan. 这里距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我走路来。nơi này cách chúng tôi ở rất gần, tôi đi bộ đến đây. 你家离这里远吗？nhà anh. 哦，三公里那不远。Beautiful, beautiful. 谢谢。漂亮，漂亮。你还想吃什么东西？你点。người còn muốn ăn cái gì? người đặt hàng. Okay. 如果你点生东西，你要自己吃完，我不能吃生东西。nếu bạn gọi đồ sống, bạn phải tự ăn xong. tôi không thể ăn đồ sống. Ví dụ, đi về nhà. Oh. 我很少吃日本菜，因为我很怕吃生的东西。tôi rất ít ăn đồ ăn Nhật Bản, bởi vì tôi rất sợ ăn đồ sống. 这里啊，这里 no， 我的肚子受不了，我不敢吃生。嗯，我有。嗯，我也是一样。我也是你啊，星星，这么巧啊，这么巧，好有缘分啊。我不一样，我本身挺酷。哦，我们不一样。哦，这首歌好像在越南很出名。bài hát này dường như rất nổi tiếng ở Việt Nam。嗯。你会唱？bạn có thể hát. bạn có thể hát. tôi hãy đi điểm bình 矿泉水喝好了，我喝的太多饮料。如果你能喝啤酒，我会带你去喝越南啤酒。OK。我只能喝一点点。OK， 我们等一下，我们去喝。等一下，我们去喝酒。把你灌醉，我要把你灌醉，我要把你灌醉了。我sẽ làm cô say。我说句实话，我倒他们还没有倒啊。越南这边的女孩子喝酒很厉害的，他们好像平常在家也喝酒。我不能喝醉，我有。回到中国要换一台翻译机，这台翻译机坏了。我看到你过去常常和其他像星巴克这样的女孩在高档咖啡馆喝咖啡，对吗？耶！我喜欢去喝咖啡。
我的帝国咖啡。哦，你带我去湖内著名的咖啡店。OK OK。咖啡两道。OK。铁路哦 ，OK，OK，、okay, okay. 我晓啊晓啊晓啊晓，很出名，真有听，嗯，但是我没有在那里喝过咖啡，您都去抱着我咖啡喝的，能和你一起去喝太幸福了，可以独自的我，本来幸福。WiFi 呀、哦、iPhone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有 OK OK 喂这里很好哦对对了嗯我要和你去看看哦我的线回吧哇哇哇哇耶我上次去过一次他们不给我进去上次我去到那里有人拦住路不给我进去对方，刘汉，相信我去到那个铁路那里，本来和朋友想去坐，但是被那个探路的人呢给拦住了。那里有人探路，好像有时候他不给进去。你经常在那里玩吗？不敢。哦，本地人很少去。刘汉，刘汉。那更好，我们一起去玩。tốt hơn chúng ta cùng nhau đi chơi。嗯，耶。对，耶。他这个是牛肉。饿。你要等菜哦，我晓，我晓。来，吃món ăn。我晓，我晓。OK，OK，OK。他整录个视频发朋友圈，上菜也挺快啊，感觉菜上的也还是挺快的。哦哦哦，这个是我们的吗？还着火的，这么夸张？哇、哦，天哪！还着火的。太棒了，很好，挺好看的。有点夸张哈、啊，着。它下面放的是什么东西？不要。屌屌啊屌啊这只有一怎么只有一个好像他这个怎么才只剩一个分量太少了因为他这里的菜分量太少了video Yeah. Okay. Video. Okay. Okay. 我们再点一个。chúng tôi đặt thêm một cái nữa. 哦哦哦哦哦，有有有有。我以为只有一个。它、啊、这个应该是新鲜的嘛。
山。哦，等他拍拍照先。啊，还给我夹给我 ，Thank you，Thank you， 太幸福了。嗯，我试一下，这个就一口就搞定了。OK， 好吃。很好。很好，我非常棒。很久没吃过日本菜，可能我一年两年才会吃一次。味道还是挺好的，还挺好吃。然后这条秋刀鱼是我，是我点的。啊 ，Thank you。Thank you。这个鱼 ，OK。这个妹妹吃东西很斯文，还常给我夹菜。Thank you。Thank you。我都不好意思。吃个饭团，你还想要什么你就点，不用客气。bạn còn muốn gì thì đặt hàng, không cần khách khí。有吗？太麻烦了，这翻译机坏了，更麻烦聊天。哎。哎，这个按钮坏了，语言不通就是麻烦了。嗯 ，OK OK， 我有按跟。谢谢。不要客气。不要客气。耶，不要客气。他说吃的不多，等一下还可以吃其他的。OK， you， 没错，其实还挺好吃。这些还可以，挺好吃。还要一个，那怎么两个上的这么慢？花里胡哨。不用客气。刚刚他说我夹给他的很好吃，不用客气，他应该喜欢吃牛肉，你很喜欢吃牛肉。
下次有时间带他去吃个牛排了。Hello，Hello。哦，那有东西按的。我要把这个要把这个东西给哦，我们一人一半，我们一人一半。安迪，Thank you. 好贴心啊，这妹妹。谢谢、啊。不用客气，你好啊，你好，我就。挑仪器，这边吃仪器的很斯文，这秋刀鱼确实多吃啊，很多这种细切，不过这种鱼还挺好吃啊。OK 吗？好吃吗？好吃好吃吗？很好。很多气，有吗？不要吃那个了，等一下卡到喉咙了。嗯 ，Thank you。你安。加多一点菜给越南妹妹吃。啊，我害怕就。You let's win。不要了。OK， 我晓。再搞一碗面呢。哎呀，这翻译机坏了，跟他聊不聊天。还好这小碗，大碗我吃不了。
你把这些已经拔了。有，OK， 好拔了。我吃不进去了，干嘛？OK。哦，他点了，他点了一碗，然后分成两碗。我有了，我怪不得这么小碗，但吃不了。我不想吃，很饱。看到没有什么东西，但你吃起来啊，其实也挺多东西吃。吃饱了，我吃不进去了。OK，OK，那。Stop 不要吃了，不要吃了，吃不了就算了。不要吃太饱，不要吃太饱。能按关哦。这样会感觉很难受。我吃饭都是吃六成饱，吃太饱对身体不好。我还是喜欢少吃多餐会好一点。不过我一天一般都是吃四顿，我是吃的餐数比较多，但是我吃的食物啊不多。其实刚才已经饱了，全部吃完就剩这两碗面，总算没有浪费什么食物，还可以。这里的东西还可以，还挺好吃。我们喝点水啊，然后去他带我去火车咖啡那里坐一下。他说也没有去过。OK， 我们去散步。OK， 非常非常好。OK。他吃蛋蟹时我买单就对了。OK。买单了，想买个单。我感觉应该大概100万左右吧，我好像也不会很贵。哦，90，耶，哦 ，OK， 94万。你看我们在这里吃东西，吃这么多东西，而且还是日本餐厅的，才94万。在酒吧街那里吃那点东西都要125万，很坑了，对不对？在这里还不到100万。吃完饭了，现在去其他地方逛逛，看一下。这是账单，我看不懂这些英文了，但是越南这边消费税要8%，要打税的，你吃饭。好了，各位兄弟，等一下去其他地方逛一下。我感觉我拿摄像机，这个女孩子就害羞。他不想说什么话，如果不拿摄像机可能他会，我看情况，要不然我先不录像了。